欢迎嚟到我 channel 咁啊！今日咧就嚟抽呢个失落嘅龙半日啊！今日嚟抽呢个海特西，咁啊又系一个龙半日嘅 version 嘅特殊龙族啦，超强啊佢！咁与此同时，亦都有普通池里边嘅一啲角色都系 pick up 啦，好似呢只啦。斯提克斯，咁应该喺嗰个故事里面咧都见过佢噶啦。咁同埋就系丘吉啦，同埋呢个海瑟琳啊，哇，佢个名字真系难读。希望今次就系抽中佢嘅海特西，咁当然啦，佢系大奖嚟嘅，超劲啊！不停系咁帮你有呢个技能伤害提升 180%， 咁当然呢个系特爆嘅时候嘅状态啦。咁系啦，专登摆埋幅图咧，引只鱼仔俾佢吓，咁啊希望咧佢可以见到条鱼咧就过嚟我度啦。咁好啦，储咗好多石噶啦，咁啊直接去抽佢啦，好唔好？好，用咗呢个每日一次限定先啦，话唔定一下中啊！咁啊，系啦，一如以往啦，增加翻个基底。咁啊，之前啲一单抽券已经俾我抽晒啦，咁所以就直接十抽啦。咁啊，第一个十抽，一只雀啊，咁样 ，OK， 金色，哇，系好多金色啊！咁睇下会唔会爆纸啊？爆啊！出嚟爆彩啦！好多龙啊！哇，全部都系金龙啊！OK， 都系龙嚟嘅，都系金石口。咁啊，直接 skip 啦。哇！咩事？咁多龙嘅 ？OK， 咁啊，再嚟啦。第二张十抽券啦，三只雀，哦，都系金圈。OK， 今次三粒金啦。我的 target 就是海特西啊，基本上因为其余那三个 pick up 在普通池里面都会出现的，咁所以今次呢如果抽不到，之后都会抽到那三个角色嘅。咁海特西的话咧，就净系龙半日先可以抽到咯。或者系咧，寻日咧就见到，因为佢突然间出现嘅呢一个话有呢个龙半日嘅菇咧，咁当然都系通常都系月尾出嘅。咁但系估唔到系新嘅龙族咯，哇！喺连续三次十抽都冇彩嘅，唔紧要，临尾会嘅。咁啊，所以寻晚黑都有啲紧张啊，自己睇下够唔够石啊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唔系分得太好。咁啊，结果咧就今日咧鼻敏感好夸张，哇！三张十抽券都冇咗啦吓，咁就直接用石头啦，嚟啦！啊！终于到呢个宝底啦，好嚟睇下咩嚟嘅先，有几粒？希望就五粒啦，系一粒嘅。OK， 系龙啊，系龙。嗱，第一只猫就跳出嚟啦，我俾咗条鱼佢噶啦，嚟跳出嚟。哇、哦！跳出嚟嘅唔系猫啊，系熊啊。OK， 咁啊 skip 得啦。咦？又有唔正嘅咩事？咁啊，再嚟啦，继续啦。三隻雀，彩，非常好啊！哇，喺住两粒，真系好运话嚟喎！点样系？点解系象嘅？仲有剑添，哇 ！OK， 咁啊，睇下咩嚟啦？发生咩事？吓、啊，发黑系咁容易中嘅咩？咦，咁话唔定啱一间嗰个系下龙喎、啊，下龙该。OK， 是幼吉好咁啊，都好嘅，中咗一只平级啦。OK， 唉，我以为下龙添。好咁啊，幼吉都唔错啊。咁啊，话晒都系新角色，系咪先？咁佢啲攻击方式其实就，哇，佢一技真系长到爆炸。咁其实都系攞嚟去 buff 佢个二技嘅啫。咁啊，唉，唔睇啦，
直接再嚟啦。OK， 三隻雀，话唔停都系爆彩，彩，诶、哎，真系啊，开口中，今次海特犀利啦，嚟龙啊，海特犀啊，龙，诶、哎，嗱，嗱，真系开口中啊，今次海特犀，一齐嚟睇啦，条鱼喺度噶啦，自己过嚟食啦，哇，竟然，哇，呢只龙我觉得好型，你睇下。斯特克斯啊，佢好型啊！佢嗰个效果咧，又系咧等够时间咧就帮你去加呢个技伤咯，咁都几型嘅。但我个脑而家其实都谂唔到佢有啲乜嘢即系配合点样用住。我记得特爆咗系加 50% 咯。不过你见今次佢出嗰啲龙咧，全部都唔会再有嗰啲话加你攻击啊，加你呢、這个HP 啊等等，喂，直接保底，好嚟啦，海特西条鱼喺度噶啦，自己个舐啦 ，OK 一粒都系龙嚟嘅，唔该，龙啊龙，下龙又得，海特西又得 ，OK 系龙嚟嘅，究竟系咩呢？我嚟啦，终于嚟啦！嗱，哎哟，太好啦，你睇几可爱，开心哦、啊！哎，终于嚟咯，见到佢啦，终于都，哎哦，你睇佢几可爱 ，OK。即系佢喺故事里面咧，我以为佢系一只好弱型猫嚟嘅啫嘛，即系佢成日喺侧边咧出现啲即系提供一啲计谋啦，俾嗰个王女啦，即系个家姐啦吓，咁。完全想不到他原来是这么即这么强势的。怎知他一出这个龙半日呢就喂倉是什么来的喂哦怎知一出这个龙半日呢他就超强啊。可以见得到他那个能力是真是。冇得比嘅，佢连个忍即系之前咧都系一个又系技伤噶嘛，那个忍龙咧咁忍龙就有呢、這个超咩咧，写唔记得咗啦，因为而家脑好乱啊，系啦，咁但系就佢嘅话咧直接高你一倍180%，咁所以就好屈机，嗱讲咗今日 all in 嘅感受，所以咧即使抽中咗我都会抌晒所有石落去啦，咁啊嚟啦。哇！都系直接保底啊！咁啊，一隻啊！诶，嗱龙啊，嗱如果有多一隻海特西咧，其实我系唔会突破佢，我点都系用龙精突破佢啦。咁因为点解咧？起码可以俾多一个角色。哦、真系、啊，喂，真系、啊，真开口中、啊。嗱，咁我开口中埋，我要中埋下龙啊，已经两只啦。OK， 我咧就会保留两只嘅，咁然之后各自突爆佢咁样咯。系啦，咁希望中埋下龙啊，希望中埋下龙，因为我真系冇啊，之前我抌晒所有石落去系抽唔到下龙嘅。OK， 咁啊，继续啦，继续。咁希望大家都好运啊，过嚟吸吸啲勾气。诶，三只雀，好采唔到 ，OK， 唔紧要，跌落嚟都会采嘅。呜、哦，系冇嘅。Congee 系咩嚟嘅 ？Congee？OK， 好，咁我哋继续啦。希望你都是咁好运啊！呜 ，OK， 一隻雀嘅，咁啊金圈啦、啊，金圈呢个直接 skip 啦，系啦，直接 skip 啦，系啦，咁其实就仲争嗰个女仔嘅啫，那个女仔叫咩名咧？那个女仔叫做海瑟琳啊，系啊，争佢啫。OK， 都是金圈嚟嘅，好直接 skip。海瑟琳会唔会有呢？
三隻雀，三隻雀。诶、哎，系金圈嚟嘅，好唔紧要，唔紧要啊吓。咁咧，仲有几多抽啊？三抽到啦，三十抽 ，sorry。OK， 喂 ，OK， 彩啦，最到 ，nice。OK， 一粒，一粒都好过冇噶，系咪先？系剑嗱，我一见到剑咧，我好开心啊，下龙唔该。可唔可以唔好有幽吉下龙唔该？我心里面要谂系下龙，唔好系谂系幽吉。OK， 下龙下龙，谂下佢个样先。虽然我冇啊。OK， 嚟啦，唉，都估到噶啦，系幽吉。OK， 好啦，咁可唔可以要？咁如果系咁，可唔可以要埋最尾个女仔啫 ？OK， 咁啊 ，last 二十抽。喂、哎，金龙仔，中意你哋啊！有几粒啊？有一粒。嗰个女仔系咩职位？我唔记得咗。我嗰个好似系枪啊，长枪。哎，又系剑，咩事？OK， 咁啊，去，又系幽吉。OK，last，last，last，OK。好，God bless me 啊！希望我咧好运啊。OK， 嚟 last， 一隻雀，咁圈。睇下会唔会有咧？最后尾啦，嚟！哎呀，咁长枪，可唔可以彩长枪啊？唉，算啦，唔紧要。其实已经好，诶、哎，都仲要系 new。OK， 呢个系之前嘅，系冇错。OK， 咁其实都好好彩啊！呢、這个好似系同嗰个机械嗰个手臂个女仔咧同一时间出嘅，系咪咧？有冇记错咧？唉，咁啊，其实今日嗰个收获都算好好噶啦。咁啊，睇睇先。咁样咧，呢度有冇摆到海心？sorry， 呢度有冇摆到嗰、那个？海特西啊，系冇嘅，睇睇先。嗱，咁就两只猫咪啦 ，one and two，OK，very good。咁然后咧，我哋去一个新嘅版先 ，OK。咁啊呢度系，咁啊睇睇，入手信啊，获得顺序干序，即系最新嗰啲啦 ，OK。咁啊抽中咗。听到佢系啊，咁啊，同埋呢个阿叔啦，咁啊，好彩系咩咧？抽中咗条龙啦，系啦，咁啊，同埋呢个海特西啦 ，Where are you？ 呢度两只，咁我自己觉得真系好彩噶咯，系啊，咁啊系啦，抽蛋到呢度啦，咁啊，希望你哋都会中啊。